文政府为了控制言论、钳制言论自由，进一步要制定数位中介法草案，而这个草案在昨天召开公听会之后，事实上已经引起广大的网民的愤怒，而且非常多的数位服务的一些业者也表示这个法是万万不行。而很多的网友不止反对，甚至翻出蔡英文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以反对党的姿势来反对当时马政府要修订电信法第九条，而蔡英文说绝对不可以因为什么违反善良风俗就要去禁止或者下架人民在网络上使用的权利。但是蔡英文2013年的话不是正式打脸现在的蔡英文吗？因为现在蔡英文也是要以违反善良风俗或者相关法律就可以随便的下架或者删除人民使用网络的权利，这样难道不是做皇帝吗？如果只要有不利于现在执政党反对蔡政府的说法，就一律要在网络上给你消音吗？而大家也知道，其实一路以来很多现在只要质疑政府的做法就被冠上所谓的中共同路人。例如在前两天，我们的消基会针对石斑鱼禁止赴大陆有关于农药检验的问题，其实消基会是帮助业者，但是竟然被陈吉仲去污指戴红帽子，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基会。这样嚣张，这样的随便的栽赃，这样随便的丢红帽子，让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没有办法讨论，让所有的人民只能去服从现在政府他所有莫名其妙不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更可恶的是，不但这些政策没有倾听民意，违反人民的权益，现在还不准老百姓讲话，不止过去要关中天电视新闻，现在还进一步所有在网络上的都有政府老大哥在监视你，不但监视，而且随时可以引用任何所谓的违反善良风俗或者所谓的法律给你查水表，而且不爽的话直接断掉你的网络频道。这样子的做法，我们跟集权国家独裁国家有什么不同？政府可以随便的以这个数位中介法来堵住人民的嘴吗？可以捂住人民的眼睛吗？如果今天数位中介法如果在台湾通过的话，那么台湾所引以为傲的我们民主言论自由不是完全都被埋葬下去了吗？所以现在行政院仍然在召开公听会，但是如果你不听人民的声音，一定会受到民意的反扑。我们坚决反对数位中介法的一个通过，这个法律不但要浪费人民的钱数十亿数百亿，据说要花250亿来做这个数位中介法的相关的机关的支出。大家想想看，难道我们老百姓是冤大头吗？我们纳税人竟然还出钱然后回来去限制堵住我们的嘴巴吗？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恶法，当然不能够让它通过。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哪里购买呢？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